这是你爸的，你妈的。这是我的父母。哦。这叫我侄子，大概还有多久？关东爹。家和万事兴啊！这个看到这是三代同堂的这么一家人，其乐融融啊！中国叫享受天伦之乐，非常幸福美满。我们也都非常的羡慕。 Empanadas de chiverre. 里面是甜馅的，是什么材料？ 喝两杯吧，今晚上睡觉。